好，我们现在进入自我学习的部分。来，我们这边做它第一题。第一题它只是普通的加了再来减，所以我这边呢有 Rm 35,535，再加 Rm 24,102，然后加上来73695，所以它是 Rm 59,637。减掉 Rm 49,637，所以七减七零，三减三零，六减六零，九减九零，五减一四，五减四一，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1万。好，就是这样。